我身上下了给凶手用的咒术，快走！我的李智慧，师弟，我终于回来了，子秋他，别过来。 修兄弟之上，乃是在这儿等着呢。多说无益，还是要尽快让师。修，没想到如今已不是本尊把控。既如此，就尽全力为本尊去铲除那些可恶的半神吧。天帝陛下看到了吗？如果所造的残次品皆是如此。 只有无等，这些完全用您的神力造出的神，才是真正的神族。为了重现神级荣光，要肃清异类，方能神族亘古长存，立于六界之巅。 究竟发生何事？魔尊，你胆敢闯入炎波？在下无意扰乱炎波，是奉天魔女之令来接这些人。凶颇重，您知道这个咒术？
能解开吗？好，汝竟相助神族，他背后或许有本座想要的真相。 这是师弟被敖旭下了凶破咒，是魔尊将我们送过来的。求您务必救他性命。慧玉大人，无妨，有些脱离而已。 他已无碍，你去看看子秋吧。战魁不惜违背魔族禁令，也要闯入岩波，就是为了小秋。 昆玉前辈，小秋这是怎么了？子秋体质疏异，对煞气似乎极为敏感。即使再能隔绝大部分煞气的天魔功，竟然也会被影响致死。这几日，子秋总觉得肺腑不适，属下以为是因为和星逸玩闹过久所致，所以没有告诉您。没想到。 我们在赵丹遇到敖虚时，他让我们回人界静待时机，似乎笃定了小秋会回到人界。若是这样，那定是敖虚将子秋的身体改造为神域之美时，动了什么手脚。若是回到人界，子秋又会被敖虚平抑，我们势必前功尽弃。 若是让小秋待在毒瘴之中呢？对啊，魏叔大人也能设法隐藏他的气息。嗯，可行。待在毒瘴内，既可避免敖虚作祟，又可调养身体。葵羽前辈，不知是否可以将凶破咒的解除方法交给晚辈？哦。人界饱受凶兽肆虐。 但华流赤如他们都是被此咒术控制才变成那样。
晚辈希望习得解咒的方法，既可解救百姓，也可解救凶兽。前辈，您这是将解咒力量分给了我。天魔无法在人界久留，你能化解凶兽之劫是好事。与之前相比，你身上的灵力越加丰沛。是吗？应该是多亏了真正的明术门秘法，玉灵强则我强，我强又会让玉灵更强。事不宜迟，速带紫秋返回人界。魏叔大人，这个孩子因一些缘由必须留在灵树，还劳烦您照顾几日。我不在时，还请您稍微打开结界，允许我小姑姑来照顾子秋。还有，修兄弟元气大伤，希望能在毒帐内补充灵力。余了解。予以布下结界，可隐匿着孩童气息，不过未测万全，仍需全手再巡查确认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嘀咕什么？啊！魁宇前辈传授给我解咒力量和心法，我想多练习一下，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，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你真有心。结界完好，魏叔大人布置的果然稳妥，等有机会请他教教我们，也学一门新手艺，可以吗？太好了。也很正常，这些小妖牌会在结界附近，不要紧，他们也受毒帐结界保护，不会做这种傻事。
见。结界没有问题，这下敖旭该傻眼了。阿尤，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。好好好，我一定。阿尤，小心！修兄弟再怎么说也是堂堂正正一神族吧，谢志眼皮子底下都敢下黑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修兄弟是天帝走的，他就不怕以后天帝找他麻烦吗？我们一直以来被敖虚所牵制，现在也是时候该想想要如何反客为主了。魏叔大人，结界没有问题。嗯，无需担忧此子安危。不过，修兄弟怎么还没醒？总不能是因为月姑娘跟我们出去溜了一圈吧？月姑娘，你留在这里照顾修兄弟和小秋，我和小晴先去找小姑姑报告严波魏叔的事情。师弟两次绝处逢生，命数十分凶险。敖虚究竟是怎样的家伙，竟算计到这一步？师弟，春姿圈内竟有此存在。六界封印，天道助我。春姿剑手，本尊乃春姿拳手，如需听从本尊之令，苏醒。师弟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师姐，你说过，手不可以乱牵。啊，你真是个傻瓜。师姐既然做了，就代表我也可做。
对吗？这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师姐不必担心，我已无碍。神族只要灵力充沛，即可修复损伤。魏树大人，你传给我足够的灵力。那就好。魏树大人，也劳烦您照顾子秋。阿尤他们去找桑前辈了，我们也过去吧。还请将我等送至村内。云，方法的确有，但此法颇具风险，即便我出手，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敖旭那么坏，即使我逃了，难保他以后不会再想办法抓住其他神子，让他们充当我的角色。大家都很好，一直在保护我，这一次要换我来保护大家，尤其是姐姐，我要保护她。既然是你的选择，那么我便助你，但一旦开始便无法回头了。我知道。我们走吧，师姐。嗯，这些日子我发现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人，而神魔也并非我想象中的神魔。哦，魁宇的手下因相爱而被打入天域，魁宇为了救神子而叛离神界，一些新神族为了追随他不惜冒险堕落，而敖虚神族，敖虚他奴役神子，利用天师瞒和凶手，虽不知目的，但定是有违天道。师姐，若将来我不容于神界，明术门可还愿收留我？你一朝是明术门弟子，明术门就永远是你的师门。阿尤正名。夫妻独仗势力。阿尤可真厉害。不愧是天魔女，竟连绝明之毒都能设法化解。是啊，她压根就用不上我们的解药。只是没想到连岩波也发生动荡，甚至岩波魏树都不能维持形体。还没跟你们说，你们在魔界的时候人界也发生了大事，凶兽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更为狂乱，而且各地的一些妖怪似乎也发生了异变。凶兽狂乱，妖怪异变，这十有八九又是那个敖虚搞的鬼。还有方才在独掌权时，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未苏醒时，我在春姿泉内沉睡，前任拳手应从未发现过我的存在，因为在朦胧中我并未感受到其他神族的灵力，而敖虚是出天地外第一个发现我也是唤醒我的神。被唤醒之后，敖虚就以春姿拳手的身份
派我拿着春姿剑前往魔界，去缉拿魁宇。就是那把可以穿越六界的剑。春姿剑与我同生，且吸纳春姿灵力，实力非凡。这家伙一肚子坏水，到底在想什么？将小秋变为神域工具，放凶兽到人界嫁祸给天魔众，还有命令师弟捉拿魁宇。敖虚应该是在进行着某种计划，但是什么呢？要我说，孟章那家伙一定也知道一些内幕。子秋被夺走时，他都快疯了。不如去找孟章，从他嘴里面问出真相。要不要也调查一下我大哥他们？月姐姐不是说过，在营地中与我二哥密谋的神秘人就是孟章。我记得他们当时还提到了冰晶石，兄长逼迫无辜百姓成为矿业也是为了这个。但冰晶石的作用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查清。既然孟章同白家合谋，从我兄长那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他们已经对严大叔的村子做出那等恶事，若更错下去。不行，不要去。啊？为什么？反正别去。要调查线索，我们叫孟章老师交代不就好了吗？阿尤，你是不是在担心哥哥会生我的气？没关系的，就算他们生气，我也必须尽力让兄长们回头是岸。矿业的事情是白家的责任，也同我有关系，我不能再逃避了。这样即便背负着被族戚家之名也是值得。可是为什么你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？月姐姐，卢龙府就由我和阿尤去好吗？其实我也这么想，兵分两路，争取时间。我与修吾去天师门，晴妹和阿尤去白家暗中查探，得到消息后我们回到这里会合。嗯，好的。好吧。阿尤的顾虑我也能理解，那里虽是你家，但毕竟你和他们意见不合。若有紧急情况，立即传旨贺给我，我和师弟即刻去支援你们。嗯。桑前辈，我们走了。你们一路小心，子秋交由我来照顾。劳烦前辈。晴妹、阿尤，你们一切小心。嗯，月姐姐、修大哥，你们也保重。各地凶兽作乱，又有妖物异变，不知道平西村的结界怎么样了，我们尽快动身吧。嗯。